是善业道，养慈悲心，不伤害一切众生，修持善业，这是修福最低的限度。舍善，身口意善，身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是说的要做到，要常常检测自己。那口业最容易造的，所以口业有四条：不妄语、不两舌，两舌是挑拨是非，无论是有意无意的都不可以。啊，不恶口，恶口是说脏话，要做到意业不贪不嗔不痴，是善业。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时时刻刻记住检点，有没有悔犯？你只一回头，一反省。有啊，有这么多的障碍，所以我们这句佛号念佛有口无心，跟佛法祖祖相传的不相应，别人能相应，有十善业道的基础。我们不相应，我们把十善业道丢掉了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